每次听到跑友跟我们说有你们真好，你们医师跑者真棒，我们就会觉得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我们不在乎成绩，就是为了守护大家的健康和安全。希望能够一直跑下去吧，既跑出健康的自己，又能为广大跑友保驾护航。一路奔跑，健康同行。